流行女人当家，现在连游戏主角也不例外喽。像这款《刺客教条三：自由使命》，在游戏里面女主角的身手可是一点也不输给男生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她去执行暗杀任务吧。《刺客教条三：自由使命》预定于10月30日发售。本作将由女性杀手担任主角，在17世纪的美国纽奥良市进行任务。游戏承袭《刺客教条》系列血统的游戏性，可以在地图中进行无接缝式的攀爬、探险、格斗等行动，甚至 PS3 版的《刺客教条3》游戏互动，